今天老花姨又来带大家赶集来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啊，今天又带大家来北方最大的花卉大集。走，你像这些个呢，就停在路边，这些车都是来到当地去采货的，很多人呢都是骑着这种三轮给他们装车。这就是你们买到的花怎么样装到，一步一步装到车上的。哎，老花姨，哈喽哈喽，生意好啊？好啊，啊不错啊，做的短视频做的不错啊。好，谢谢。帮助。谢谢谢谢，好好做。现在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花店，有的呢也有内蒙的外地的过来采货的，都是这么骑着三轮一车一车往车上装。你回去找行了，你我这个呢就是金银花，这上面的这个是可以泡茶喝的。你们问老板多少钱？这个是在北方地区可以地栽的，在南方地区阴雨天的话容易得灰霉病。我爷爷之前种了一个长得得有2米多的一个大球的，每年拿那个簸箕也是能晒满满一大簸箕那个金银花。长寿花开完花以后记得修剪，修剪完之后要控光，短日照，要不然第二次不爱开花。一直跟他们说这个倒挂金钟是多年生的木本，你看人养的这个杆杆都多粗了，是吧？我发现一个事儿嘛，就是好多的人养这种无花果，有的是这么大的苗，它都带着果。它本身咋回事呢？它本身扦插的那一根苗已经要结果了，它已经催化好了，第二年呢，它就已经结出来果了。好多人说这种果树要3年结果，为什么那种1年就结果了？就因为这个事儿。这边那些都是玫瑰了，很多人说喜欢养玫瑰，玫瑰开花没有月季那么大，玫瑰都是这样，玫瑰跟月季更丰富。这洛心腹就倍儿拉的漂亮，这个鸭子草，这个婚纱掉了，怎么长这么大了？才养的，有人喊它鸭脑木，有人喊它七叶莲，也有人喊它发财树，也有人喊它好多名字，反正就知道是这个东西就行了。这就太阳花，就他们买的那个太阳花嘛，你知道吧？考考你，哪个是大丽花，哪个是小丽花？开花大的大丽花，开花小的小丽花。这个双的厉害的这种是大丽花。这种带褶的小一点的、颗性矮一点的是小丽花，大丽花开花像牡丹一样，特别大。花手去过来那个飞机草的，其实东西叫蝙蝠草，这是狼尾蕨。它为什么叫狼尾蕨呢？你看它这个尾巴像狼尾巴一样，而且它是那种长扑噜扑噜的一根能长老长，然后从这上面的枝叶子出来，它是那种属于那种往扑了长，出来叶子这么发黄，它就晒着。我一直跟花友们说，球兰呢又喜欢光照，但是又怕晒，就因为这个事了。又菜又爱玩，得去跟你一样，又菜又爱玩。你看这种花呢，它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它叶子都会发黄，就营养不良嘛。嗯。这个东西买回去以后就要大量施肥啊。如果是咱们农村的花友，像我就是农民，我以前我们家里边养过，就用粪肥，多糊一点那个没事。现在的话就要用一些个有机肥，结合一些个。那些个花多多系列的，或者咱们那个会玩水龙肥系列的，像咱们青龙那边不仅仅是自己养货，也会有时候从南方调货过来。像这个呢，就从南方调过来的那种大绿植，南方是得天独厚的优势。青龙这边也不是说不能养，养出来长得也很慢，成本会高，都不如从外地直接拉过来的便宜。那它这个叶片，这个，像那种茶花上面老是有的话说，为什么有这种喷漆呢？这种喷漆是说已经卖了，明白吗？哦、就做一些标记而已。你看到没？它都是一样的颜色，那边又是另一种颜色。这是觉得已经卖了，在南方那边想出来一个办法。哦、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种标记，为了方便的区分品种，有时候卸货卸乱了，这了那的，知道吧？它只是一个标记，没别的意思。很多话友认为，老花姨，我这个上面有喷漆，是不是我回去以后也要喷漆？你喷什么漆？你喷个麻花？你 喷绿色的漆。现在老市场一天比一天繁荣，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。你有的花友养含羞草的时候，就是你碰它，它不会蜷起来了。嗯，你也缺光。一碰它不是会收缩吗？对，因为它缺光，它就不那样了。仙能，这种东西，如果说小辉哈，你有一片地，你种这个东西，嗯，种下来以后论斤卖，都不少赚钱的。论斤卖。它耐旱能力还优秀，也耐旱。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？我见过那个有一个就是做那种仙人掌榨汁的，嗯啊，特别火，就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仙人掌，然后他又给他们榨汁，还能买金银花，就可以弄这种小一点的金银花。金银花太大，破的
在家弄起来就费劲。山东地区完全可以地栽，就正常地区，就是天干物燥、寒冷的地方都可以。现在咱们中国的园艺呢，迎来了2.0时代，1.0是便宜，2.0就开始追求品质了，像一些便宜的东西慢慢就会被淘汰掉。你看嘛，一些专业养山药的也都是在说这个事儿。你用草炭土、用泥炭土、用营养土这些个东西，它太松软了。咱说用水一冲，是不就倒了吗？对。他们养不起来，成本太高。口红吊兰，这个不能强光暴晒，开花确实好，有点豆瓣绿。现在是最好看的时候，就这种下边这种小小的。很多人老是问我老花姨，为什么我这个长得太高了，长得太丑了？宝儿，你生下来的时候也挺好看的，越长越丑。东西也那样，它而且会开花，开出来那个花呢是一根穗儿，就一根条爬了爬了的。啊，栀子花，这荷叶碧玉，这是碧玉，这个也叫碧玉，就豆瓣绿也叫碧玉，那个荷叶碧玉，竹子，田间的竹子，这个东西就好种了。这种买回去种100%啊，只要你别给它缺水灌。这个就是长节草了，这个长节花呢，这个呢最低零下10几度都没事，这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种，就是很多人就引种了，很多人引种来国内种，怎么地，然后投资的特别大，引种的时候特别贵，就大规模生产嘛，好多人都在下这个注，因为每年有一些新品种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能挣很多的钱，今年并不好卖。并不是特别好卖，这个就紧带了。这就是另外一种蕨了，跟那个狼尾蕨不一样。还有这个花叶天竺葵、枫叶天竺葵，这种品它在网上总是走不开。有很多的东西很好看，但是流行不起来；有很多东西很不好看，但是能流行起来。那都是后面有一双手在操作。玉露晒的话就是这样出颜色。这三乌龟也进不换、好了，带大家溜达了一圈，然后呢改天了再带大家来逛，有时间带大家去那边新的一个花卉市场去看，老师说去，老师没时间，要不说就点个关注啊，以后老花姨经常带你们玩，老花姨养花自然一，拜拜。嗨嘿嘿嘿嘿。